饶命！哎呀！滚！走！走！你没事吧？好了，没事就好。车在那边，走吧。上车吧。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？啊，还好我到的及时，我跟你说。你怎么了？等着我干嘛呀？没经历过大场面，差点被吓傻了。我跟你说，还好三哥到的及时啊。来，上车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好一出见义勇为的大戏啊。什么意思啊？刚多危险你没看到吗？哎，你这番茄酱哪里买的？闻着不错吗？味儿不错是吧？那你没尝两口？三哥每天接我上学放学，又不惜自导自演这样一出大戏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一男人想尽方针去接近一女人，要么寻仇，我不记得我有得罪过三哥的地方，要么求爱。那恐怕要让三哥失望了。以后啊，还请三哥不要白费心神，我并不需要你接送我上下学。黄包车。哎，哎，小姐去哪儿？去教父，谢谢。好嘞。你，立 TV 立式线上影视。